You make my heart beat. It travels from silent darkness to starry nights. We hold our hands back to the home base. Faith in love, I don't wanna break a promise. Faith in us, I just wanna stay here till you fly.天气，起床了，再睡一会儿。不行，要起来了。再睡一会儿。再抱一会儿。欣姐，你真的得起来了。起来了，真的起来了，快点，快起来！干嘛呀？你们太过分了！全全是这个样子的。你说，全全，这个问题呢，你得听爸爸跟你。哎，你们两个一起睡觉，为什么不带我，还把我扔给姑姑？哼！啊，我们三个再睡一会儿。好的，不行了，不行。敏全全，你上幼儿园要迟到了啊！没关系。 爸爸一会儿开车送你，绝对不会迟到啊！你不能这样惯着你儿子。我儿子我惯着怎么了？惯着是吧？谁都别想睡，都不许给我睡！不是，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。全全，爸爸，全全，上幼儿园去了。爸爸再睡会儿。嘿，小坏蛋，走，穿鞋。 好香啊！快吃早餐，一会儿全全来不及了。你穿的是什么呀？儿子选的。有爱情的滋润就是不一样，气色都变好了。那谢谢你啊！来，快走。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啊。你说。 今天我陪你回去收拾收拾东西吧。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啊？收拾你和全全的东西啊！难不成你还准备跟我两地分居啊？我觉得啊，就算是情侣，也要保持一个私人空间吧。我没有打算搬过来跟你住。你说真的呀？真的啊。而且，你身体不是挺好的吗？看起来没有问题啊。 哎，其实这两天心脏还是有点不舒服，不知道哪儿不舒服。是吗？新奇，别装了，你快给我吃早饭，我要上幼儿园嘛。上幼儿园了。儿子，上边上吃去啊！爸爸在这说正经事呢，快去。不要！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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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！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圈圈，要谁喂？ 爸爸喂，爸爸喂。啊，拿错了。那个，搬过来吧。快，儿子自己拿着吃，好吗？不行，求你了，不行，快点吃，来不及了。曹总早。早。 曹总早啊！曹总早，曹总早，曹总早，曹总早早，曹总早，曹总你今天真漂亮，早。不是你有百安了不起，而是百安有你才了不起。 曹总啊，到底多重要的事儿，非得等敏慧吗？我这后边还有俩会要开呢。何总，再等等，我向你保证，等一下我跟你说的事情，一定比你的会要重要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来的路上才看到你发的消息。怎么了？好，人齐了。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呢是机密，所以我希望任何一个字不要传出这间办公室。你是要说收购的事情吗？跟观潮有关。观潮也加入收购站了。嗯，没关系，他收他的，我们收我们的。我们？没错，不管百安最后落在谁的手里，都不会比现在好。与其任人宰割，不如自己做主。MBO？ 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个。管理层收购，我们百安的几个高管联合起来，再找几家风投和私募基金，以管理团队的名义去竞标，不是没有胜算。你是认真的？当然，如果成功了呢，我们会拥有更自由的运营空间，也可以更大限度地保住我们团队、项目，还有科研成果。你说的这个我也想过。 但钱从哪儿来啊？就算是有风投，每个高管也得出到几百万。你有点太高看我了吧？你是核心技术人员，你可以技术入股，再加上一部分资金。远来已经不要我们了，我们不如背水一战，积极自救啊！二位，干不干？现在蓝鸟可动用的资金只有3亿，要收购百安远远不够。 我已经让 Hardy 去联系银行了，准备贷款。董事长，老板，银行那边给我们回复了，说是最多能给我们批2个亿，但是需要用蓝鸟的股份做抵押。No way， 董事会不会同意的。如果我说。 这不也是我们做风投人最大的意义吗？Hardy，哎，帮我订明天一早的机票，在我上飞机前把百安所有的资料整理成 PPT 给我。放心吧，董事长。